给两张大的，可以，真大呀！应该是这个佣兵。又开始养鱼了。就不换牌，一直在刷钱呢。还不换吗？你再不换，你没机会了呀。还是他，哎，不是我躲着你都知道啊。又狙击21点，直接给他洗个牌，换个牌不就行了吗？炸了呀！你这21点换个牌，选啥都怎么的呀？下局见。哦，你也太给面子了吧！啊，这个时候给我21点，那不是让我嗝屁吗？洗牌加换牌。
兄弟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，兄弟。在的兄弟，顶多我这把淘汰不了。你们跟我洗，我也有啊，一起洗呗。这把应该我屠夫，然后我把手上的牌死也要偷走一个。牌还挺高的，就你了，空姐这波他必死，直接跟他换，选嘛。全死。还没选好，这牌选的不好，就差一点，难受。牌太多了，来两张大的，我们还有戒石，七。应该是我。哎，怎么是个佣兵？我觉得除了军官长不爽以外，其他都还好。你这修得动吗？机子没修动，人还要嗝屁。这换机械师啊，我也是醉了。机械师难道修机坏吗？
这第一排卡就好了，这个第一排卡就好了。你要追不死我，你又要追，不如传送去赚钱去。 别炸啊！别炸啊！别，完了！哦，连死也要拖一个。 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这牌太小了。 我炸了呀！ 还没钱，还用不了，没有用，抽个十都是嗝屁的，抽个十都没用。啊，一旦超过15，我觉得就应该早点买牌，早点丢了，随便找个幸运儿丢一下，真的不能贪，不能贪那个贪别人出局。 贪的话要出事。
哼，不直接开局就是，这把不是我，那真是出的见了鬼。这把必定是我的，赶紧找队友吧。空姐不知道什么情况呢。小木屋那么安全，你不待，你自己要出来。有用吗？没有用啊。不用抽了，继续当屠夫刷钱。把板子都下，等我方便我打人，不然麻烦。机子都不修了。换了，
加油啊！我都不需要去找你，自然会有人把你弄死的。你加油啊！我直接给你加个21点 buff。抽一张屠夫牌，他就出事了，直接下雨见。再见，自爆了，他这把肯定自爆。没自爆，他这波发牌也得炸，离他远点。那个跟着我呢。没有用。你要是追我，我就把自己的牌弃了，我让你抽。你死定了，你别挣扎了。还给他送了个21点，给你的游戏加点料，让你玩得更刺激。再见了，快点换个牌就死了。什么嘛，该死之人他都跑不掉的，你挣扎没有用，你必死。还自爆了一个，炸我也没用啊，我点数我抽到10我才会炸呀，我抽到10我还不是一样活着，你还不是得死。
但是我得买一张弃牌卡，还是保一下底是最好的。杰克的误认也太不稳了吧！别人在赚钱呢，兄弟，你不去搞他那个赚钱的，你一直在追我。而且你追我，我又不会死，你等会还得自爆。杰克自爆了。哇，真的给当时啊！我开个玩笑啊！哇，这都不是我，我22都不是我，看多恐怖啊！加三，打他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小问题，我只要拿到钱就好了。卖完了完了，那就只要。只有这个，别修了，找队友。我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洗牌了。Nice。七百卖完了，没有七百了。现在只剩一个七百二级，选卡地卡二级，洗牌一级，洗牌三级。这两个人是要同归于尽的样子。坐赢，就是坐赢时刻，死！真的狠呐、啊！哎，坐赢，你的杰克怼的那个空姐锤，那不肯定是肯定同归于尽了吧？稳了稳了，这把稳定突破。找一下队友，这都不是我吗？他这不是八就是九啊！哎。板子全下了，等会我当屠夫就好打了。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跟着我就对了，我带你把一些核心板子帮你踩，等会我到屠夫就好打了。
要砸了。不是特别大，等我找个人洗一下，换一下牌吧，不洗啊。世界屠夫不行呐、啊，半天也没见到一个人倒。哎，我真的是作死啊！我的天。再也不会跟屠夫去洗牌了，哦，不对，去换牌了。过来，给我换一下。不能抽他的牌，抽他的牌自爆了就完了。没事，我等会找一个幸运儿跟他换一下。反正这把应该是屠夫了，这把牌肯定高。接着修修，对，修空姐修，对，还修不修？还修不修了？哎，别找我啊！这边直接硬吃一枪了，没法躲。刷钱刷钱。
这把还是屠夫，不着急，这把跟一个队友，然后让他换个牌就好了。这把都不是我吗？送你了。 你还想玩我？哎，年轻人，自爆了吧？你当我不会走位的吗？我就看着那一脸玩牌的样子，还想搞我？我就看着那个佣兵朝了我这边来的，感觉他要丢牌，狗得很呐！ 你是说蜘蛛被空姐打？你搞事情啊！空姐搞事情，没事，他会跳回来的，我在窗口等你。 还有，接着换。 离他远点，你这个空姐远点，他肯定有钱，他还给我，他还能换呢，离他远点。卡个20点，杰克炸，空姐炸，都得炸，肯定自爆了，肯定排数过21点了，是肯定的。你们两个也不换牌，也不同归于尽，那就等着自爆吧。 应该是我的，这波就是看空姐抽的牌好不好了，抽牌。 大了，没有了，太大了，这给了个9，最后一秒。我觉得，还不如进入解散。
四、三，这牌挺大的，应该是他，他四加还加了一张。再扎一下呀！扎一下都还空刀了，傻了。哎呀，这叫千里之外，一刀带走我。这把没钱呐，这红蝶也没拿到多少钱。不是针对我是吗？可以的，拿我刷钱。刷我没用。一根那不就完事了吗？过来换。不亏。还跟我，这牌绝对大的一匹。哎呀，秒倒了！他有张二，运气就是这么的好，总就是不会炸。也换不好换，查看吧。我操，有张九。
谢了啊。那正好，我不需要洗了。全都是小牌，我发现我牌的全都是小的，没一张大的。杀了两个，点数超过了。如果这牌大的话，我得弃了。先不着急。查看，查看。可以选择弃牌，我也可以选择 D 牌， D 牌让红蝶炸，弃牌吧，弃牌保命。弃牌保命也可以。这洗了什么东西啊？牌。完了，这运气吃了屎一样。瞧这运气，自爆了，自爆了！这边洗一波炸了，换一波炸了，牌太小了，跟别人换划不来。铁啊！万一他们几个大，不应该洗了，应该跟那个空姐洗了，真的亏。这把要变样了呀！这都不是我变吗？都是大牌啊，即刻再白给啊！我两个护臂能杀死我？
还挺贪，还不换牌。两个人要打起来，两个人要打起来，两个人一起跑，打起来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那边那个人你不去追，你非要追我？真叫死锤我呀！我日，我也没惹你，那前锋不是搞你吗？搞得我没赚到钱，现在头大。就在这里等吧，他等我这边会刷机子，你不要乱跑。我去！我炸了！我炸了呀！有人在换牌，这抽好久啊！我看看你多少牌，三，他好小。袜子，兄弟，拿个十去，考虑一下呀。再见，没了，同归于尽了。临时拖一个佣兵走，
我就是死，我也要拉走一个。给我两张大的。不给力。三，一，一，三，三加不知道多少。应该不是我。真就这么勇啊！强点电击，真给力啊！要买张牌看一下。最后一秒被抽牌也太惨了吧！四张牌都这么大。牌没了，怎么老是四啊？还好他牌很大。可以考虑给他递张牌，让这个桃形淘汰掉。
着急。自爆了，这个人太惨了。两个人在这勾心斗角呢，还在这啪啪啪，各种玩枪。没看见他牌是多少呢？光顾的是人设，就你了，抽。牌炸了，这个人牌是炸掉的。丢嘛丢嘛丢嘛，你丢嘛，谢了啊！你这不是在送我赢吗？你这么好心的吗？你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远离队友，远离屠夫，完事，游戏结束。我靠，差一点，这狗贼用了个护臂。赚钱要紧，我先搞一笔钱在自己手上。不能跟他换，跟他换我就炸了。
没有。换哪能啊？换哪？700卡正好用上了。都是小牌，死不了。我不起来了，只能拿我刷钱。我炸你也跑不掉。我跟你说，你也跑不掉，你今天你必死。空牌了。你也炸了，真巧啊！非要搞我，搞得咱俩全都炸。全都得死，好吧？全部都超过21点了，哇哦，这把应该是我的，一、二、三，这应该不会超过10。什么抽刀啊！这是啊！就换你了。随便抽一张都无所谓，抽个八最好的。
看着不看着喘的吗？ 哎呀，刚费一下就没了，你跟我换没用啊？你跟我换，换呗。这是前人玩板，后人玩屎玩。 这运气，哦，又是他，炸不了，我死了的话炸不了。 哎，换呗，我又不会炸，你跟我换。 抓你完事了，这都不是我吗？ 可以啊，游戏王，他也有钱，搞了一下。 别换，别换，别换，别换牌，别换牌，兄弟，别！哎呀，你换个蛇皮，还差50块钱没了呀！还好强制进入只21点，人都傻了，差点去世。
再见。还没死，因为21点了。厂长，厂长，你能杀死我？远离队友。跟那么紧干什么啊？你跟那么紧干什么？这不白给吗？那我赢了呀。钱都在窝里斗呗。队友都21了，都不来弄一下子。什么破牌？5、2、3，都挺大的。哦。怕不是要被牵一波鼻子。怎么我身上就1块钱？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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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点去世。你也没死了呀。还被抽到了。5和几？哇，5和9，我值，我炸了！别跑了啊！别跑了！你跑啥了？关一波牌，舒服。走了，走了。
查看一下。九，十四。哎呀，真会飞！哇，这牌也太大了吧！这把可能要炸，带个洗牌。这把有傻子，肯定要跟到我屁股后面。走位一下，走位一下，多多走位。别换啊，别换啊，换了没了，没了。二十一点真的是到了二十一就贴了个死亡标签。被兔夫打倒就死，别人递个牌就死。大的话也就六了吧。哎呀，应该盖了一板子，都掉到板中间去了。吃得治愈快。哎呀，又没掉到板中间了，不盖的时候在中间，盖的时候嘛，它又不在中间了，一个三，正好卸了啊。
是什么牌呀、啊？这么大！我的妈呀！这都能戳到吗？那我刷钱啊，这是。跟我换牌，最后一秒没换着，完美。抽个牌估计就死了死了，淘汰了。我看到他那个酒我就知道可以搞他一手，他酒抽屠夫的牌肯定死。我日你哥，我酒我也得死啊。没事，我等会给佣兵，我把佣兵带走。巧不巧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！下一局死，别抽了个一去了啊！我日你哥耶！
我刚把酒丢出去，他又还回来，我还给我了。妈耶！我要给这个空姐塞酒。如果蜘蛛来追我，我就把这酒给蜘蛛。等一下，别慌，完了。这么着急慌干什么？我也是醉了，我自爆了。哇，一张一，一张十。哦，那这把是我的。哎，卡了一下。还得有。这个空姐心太崩了。我在搞这个空姐一手啊，看好啊，空姐。哎呀，没换张牌。没事，这把还是我。开心吗？我马上变了，你还在这蹲蹲蹲。快点，不贪了。空姐她做到了，她终于把枪交了。
跑没有用，跑。打空姐莫名的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着急，这把可能还是我，又是我，我还21啦。你敢用吗？你敢用我就给你送好东西，我让你炸。我两个地牌卡，你只要敢弄我，你这换的什么东西？我又到21点了，我又到了21点，我赢了，莫名其妙就赢了，这就非常尴尬了啊！